我看他是做的梦，梦见我这个妈妈，这个妈妈戴了一个帽子，就是出去旅游去的，那个帽子，然后我就在机场，机场在等，送她，我呢没有，我呢就没有自己出去旅游，然后呢，他有几个选项，选项呢就是说，可以把行李放在那边。然后呢，就会他们有人会提走。后来呢，我说那吃饭吧，我们去个地方吃饭吧。后来那个这个妻子一转身，好像变那个哪个老师了，好像变成然后呢，还有个人，我梦见还有个人呢，好像我们一起到一个地方，开车到一个地方玩的时候，一起过去的一个人。那我们出去。吃饭去了，正好那人开车，我也开车，只有老师没车。正好正在这个时候，那么叫老师打个车。那我说我们三个人不是合搭一个出租车到那个吃饭的地方就行了嘛？大家也不用，用不着去，谁也不用开车了。这个好，这个主意这个好。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我日本妈在机场的这个，带着大皮箱。那我说。我们下去，下到下面一层呢，还是在这边等呢？他说在这边等，好像到下面一层还要多给钱呢。就梦见了这个这里边讲的我日本妈妈要出去玩了前阵子一直说在天宫里边，一直说在天宫里边给人家那个写毛笔字什么之类的啊，在天宫里边。天空里面，现在他出去玩了他出去玩了，他告诉我一下他告诉我他出去玩了，最近几天就不在天空里边了，有事就不要到天空里面去找了然后他说有什么事情会告诉我是这个事好，那我知道了好，知道了好，再见再见。